两个不吃饭先玩，巧妙哎！你怎么了？你跟妹妹怎么了？哦，哦，妹妹，小妙教训妹妹哦，哦，小妙教训妹妹哦，妹妹你不要太嚣张哦。给洗哦！哦，小喵还是很凶的。来来，快来吃饭来！过来过来，来，哎咻！快来，小喵来！来，哎呦！求你妹妹呢！小喵你很凶哦，妹妹不乖哈。好了，妹妹教训好了就好了啦。你们两个乖乖吃饭，没开罐头也 OK。好了，小妙来吃饭来，小妙来，小妙来，好了啦。这两个。乖乖的吃饭，我小妹我没看过你那么坏，那么凶，也不是坏，教训他，对，教训他。妹妹有时候太坏了，就不乖了。哎呦，好了啦，小妹好了，好了。小妹要照顾啦，要照顾这地方，妹妹还那里白目，对不对？哦，幸福，赶快躲。好，小妹好了好了，这样妹妹懂了啦，妹妹知道了，妹妹不敢反击呢。好了好了。好了，小妙好了好了，乖乖，好了好了，啊，小妙修理他。原来小妙是已经这里是一霸之王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小妙好了。小妙来吃饭，好了啦，小妙好了。好了好了，妹妹太白目了，修理。但是妹妹不要再修理她了，她懂了就好了。小妙来，来吃饭呢，再追再追，好好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吃饭了，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，妹妹来，小妙来来，好了，来来，小妙来吃饭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来，哎，想，我打完了，打完了就好。妹妹呢？好可怜哦。妹妹，我跟你讲，你要乖哦，这里是姐姐的地方哈、哦。妈妈已经把它放给姐姐，你要乖，知道吗？来来，吃饭，吃饭。